连珠的巷子里，我租了一间公寓，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。高中三年，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，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，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，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。你那几天什么能不能告诉我，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，你没走。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到现在我还在写着。总有一天，总有一年，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。走远。